相见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晚安。龙主学会宫中礼数了？这不是礼数，是对皇后娘娘的敬意。你倒是难得出来，就算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，也得看看关着自己的笼子是什么样子。看来你已经适应了宫中的日子了。适应荣嫔这个身份吗？听闻按照皇上如今的宠爱，我迟早会登临妃位或者贵妃位，是吗？我不瞒你说，我穿着这身衣裳，行着这些礼仪，我心里想的只有我愿意想的人。相见啊，这些话你可只能对本宫说。臣妾知道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只有你真心劝我活下来，顾着我身后的族人。算来你也是为了皇上才这么做的，可是到头来这宫里的唯一的一点真心竟也是你给我的。这份情谊韩相见记在心里，来日定会报答。额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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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变胖了。于娘娘的儿子很好。你在于娘娘那儿，额娘就是安心的。皇后娘娘，十二阿哥刚去向太后请安，太后听闻十二阿哥在木兰围场饱受惊吓，很是挂念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先行告退。许久没有听到林大人的消息了。自从木兰秋闲林大人救护有功，皇上便格外器重，总留在御前。儿子有几日不见林侍卫了，皇阿玛说这几日不必他再照顾儿子往来。其实儿子觉得林侍卫性子好，又能救儿子，实在是很好的。哟，十二阿哥可别这么说，林大人是侍奉皇上的，若无皇上关切，林大人怎能救您呢？到底还是皇上恩泽庇佑，您与皇后娘娘才能安然无恙啊。永基，额娘给你缝了件衣裳，你和容佩回翊坤宫试试。好，容嬷嬷，我们走。林大人如何？林大人救助有功是好事，但太过显眼，只怕皇上心里也未必乐意。有机会见着林大人，请他沉住气，刀光养晦。皇后娘娘金玉良言，奴才替林大人记下了。哎，你说宫里最近的传闻是真的吗？我觉得像是真的，那可是刺客，一不小心会要人命的。我听说啊，皇后娘娘当年在冷宫的时候守门的侍卫就是林大人。对，这么多年来要不是皇后娘娘提拔，林大人能爬得这么快？这不现在都到御前了。去了御前才好呀，方便吧。赵大人，赵大人，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都不知道当差了是吧？顶着个脑袋以为是榆木疙瘩，砍了都不知道疼是吧？奴才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继续胡说呀，扯着舌头胡说呀。叫你们嚼舌头，小心啊盘子。这宫里都传开了，又不是我一人说的。不是，别说了。宫中真有这样的传言？是啊，
流言纷纷，甚嚣尘上。虽然都说谣言止于智者，但宫中又有多少智者？多的是别有用心之人罢了。流言伤人比刀子还利，但如若皇上不信，流言就如风一般吹过就散了。若皇上信了，就不只是流言了。姐姐，我有一个法子可以引开祸水。一个流言可以被另外一个流言分散熄灭，姐姐可别忘了凌云彻和令妃。如若这样的话，咱们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又有什么分别？罢了吧。主儿，你想什么呢？怎么愁眉不展的？姐姐深陷流言当中，你看方才我劝她有所防备，她也不为所动。姐姐可以不在乎，我却不能看她深陷流言。叶心，去替我办件事。是。皇帝和皇后怎么都不作声啊？这戏怎么样啊？皇帝啊，皇娘，这戏好。这戏好在哪里啊？都好。你们俩都没什么心思看吧？这一出《白蛇传》讲的是许仙被法海和尚蒙蔽，诓进了金山寺。这下子白娘娘着急呀，这一怒之下赶到了金山寺，哀求法海放了自己的夫君。皇后，你可看明白了这出戏？看明白了。哀家瞧你不太明白。这男人啊，都容易糊涂。许仙没什么主意，可有了主意呢，比谁都铁石心肠啊。白娘娘即便是蛇仙，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去求自己的夫君，求他回心转意，为的就是夫妻团聚。嗯，这白娘子倒是肯为了夫君的一厢情深委曲求全啊。皇额娘说的对，白娘子为了许仙开药房盗仙草生儿育女，幸亏许仙知道夫妻之情幡然醒悟。若许仙也是一个执迷不悟之辈，那白娘子痴心错付也是枉然。方才你们俩都像闷葫芦似的，线下说起来倒是一套一套的了。这段日子皇帝都没进翊坤宫吧？两个人更没什么话说了吧？让皇额娘操心了。让皇额娘操心了。养儿一百岁，长忧九十九啊！哀家实在是看不过眼，永基这么小一个孩子，为了你们俩愁眉不展的。哎，
哎，这下一出什么戏呀？太后，是皇上和皇后娘娘都喜欢的那出《墙头马上》。这是出好戏呀，哀家记得皇帝和皇后都喜欢这出戏。皇娘，蒙古王公进京，儿子回去安排觐见之事。便这么急？也罢，政务要紧，别因陪哀家这个老婆子看戏耽搁了，去吧。是。皇额娘，儿臣在安华殿供了香油祈福，也不好耽误时辰。罢了，你也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您真是白准备了这出戏了。这俩糊涂人身在其中却不知道。太后已经足够费心了，能不费心吗？哀家老了心软，看不得永基那可怜样。再说帝后不协，宫中难免有人借机兴风作浪。你以为哀家的耳朵没听到这些流言吗？流言蜚语在宫中几日可少的，只要皇上心智坚定，便不能为流言所惑。太后，那出《墙头马上》改日再听吧。上回行刺的事儿，幸好是根敦大人面见皇上撇清了，否则哪有那么容易脱身？您还是清静清静，耐心等等吧。阿布他们也大概已经到京城了吧？皇上会看在科尔沁的份上，原谅本宫，再宠爱本宫吧。玉妃娘娘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李公公，皇上是不是要把本宫给放了？是。皇上说玉妃娘娘尽心有段日子了，特让奴才来解了娘娘的禁足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听说令妃娘娘在四竹阁当差时就和林大人认识了，你也听说了？我还听说他俩从小青梅竹马，在盛京一个庄子里头一块长大的。啊，那你说现在这林大人是跟皇后娘娘还是令妃啊？你说呢？令妃娘娘可比皇后娘娘年轻呢。说到旧情啊，有谁比得过青梅竹马呀？对呀、啊。哎，刘玉彻，你说你最近中了什么邪？这宫里的流言都围着你转，不是皇后就是令妃，你现在都成了人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干嘛？那我不说，你能管住别人嘴吗？你说我可以，你别扯上皇后娘娘，也别扯上令妃。你心疼谁呀？你心疼心疼你自个儿吧。你一下攀扯上皇后跟令妃，你要大祸临头了，你知道吗？皇上这些日子一直在画水墨图。这世间的事情啊，要是都能像水墨画一般，黑白分明，那便好了。只可惜，朕画了几日，都不满意。皇上心不静。你说宫中的流言和皇后、令妃都有关。是。这令妃和林云彻又是什么干系？奴婢查了，林侍卫和令妃都是盛京人，一个庄子上的。听说刚进宫的时候有来往，彼此照拂。令妃还是宫女时，也去冷宫找过林云彻，之后就没什么交集了。这么看来，皇后和凌云彻的来往是更多一些了。皇后与凌云彻有来往也是寻常。
毕竟在冷宫的时候，皇上命奴婢安排人去暗中照料，奴婢找的就是林云彻与赵九霄。皇上，别多想这些了，闲话就是闲话，不值当听。可是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。更何况，朕在木兰时，看到林云彻奋不顾身地救了皇后还有永基。林侍卫是忠勇可嘉。忠勇是好，只怕是有些别的。罢了，找令妃过来，看看她怎么说。锦州安。奴才在。叫他午后过来见朕。这。兰翠啊，这宫里明明传的是皇后和凌云彻的流言，怎么好端端的传进本宫来了？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从哪儿开始传凌大人跟主的旧事儿。不过奴婢打听到啊，这丝织库、花房和舞房都有人传。你去查一查，看看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在污蔑本宫。是。查出来又有什么用？脏水滴往皇后身上泼。你怎么这会儿来了？皇上和玉壶在议论凌云彻和主的流言，这就叫奴才传您过去问话呢。皇上议论什么？皇上是相信那些流言了吗？皇上信不信的得看您呢。主，您别舍不得凌云彻了。本宫没什么舍不得的。那就好。这件事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火可都烧上身了，必得烧死一个才算完。您和皇后谁死了比较好？当然是皇后了。本宫该怎么办啊？先去养心殿，把自己摘干净了。您和凌云彻的旧事，您得说得坦然，说得轻描淡写。若涉及到皇上要处置的凌云彻，您就努力地推一把，越狠心越好。但光这样，本宫救不了自己啊。是。您还得把皇后和凌云彻的流言递到茂倩跟前去。凌云彻和茂倩一直不睦，若是被茂倩知道了，说不定还能翻出什么事儿来。这可比咱们暗中安排人散布流言有用多了。不成，这个太点眼了。不用您亲自出手，自有人恨皇后恨得牙痒痒，知道了恨不得立刻去给茂倩递消息呢。玉妃。对，留着他正好顶这个用。皇上刚解了他的禁足，本宫先去会会他，待午后再去见皇上。哲，姑姑慢走，回去吧。哲，娘娘说了，你做得很好。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那就更好了。知道了，谢谢姐姐，我会的。去吧。嗯。你这样做虽然是想撇清我，可对于凌云彻而言，他还不是一样深陷流言之中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这个人不是姐姐，我就敢去做。这件事摆明了就是令妃要陷害姐姐，我怎么容许他得逞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你这样会害死凌云彻的。如果这么做可以狠狠惩治令妃，那又如何？海兰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是在这宫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，我们若不为自己想，迟早会被别人害死的。就算我们在宫中再身不由己，凌云彻也是无辜的，他曾多次救助于我，不该成为我和令妃之间的牺牲品。这外头都在传你和侍卫凌云彻的流言，你自己可知啊？皇上，臣妾都听说了。臣妾出身寒微，与林侍卫原是同乡，自幼相识，所以若说是青梅竹马，臣妾也不敢反驳。你自己倒是敢到朕的跟前说句实话啊？求皇上明鉴啊！臣妾为宫女时，因同乡的缘故，得林侍卫几回照应，所以。惹出了流言蜚语，臣妾为了彼此的名誉便疏远了，同乡之谊便形同陌路。
就算皇上要查，臣妾也不怕。但愿皇上能查个明白，还臣妾清白。嗯，一个侍卫让你深陷流言，你认为该如何处置是好啊？若能杀之而除流言，臣妾愿意。皇上，臣妾是您的妃子，不能因为他人而污了臣妾的清白，毁了皇上的名誉啊。好，你敢说出昔日往事，可见心中坦荡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请玉妃娘娘安，您怎么来了？皇上，臣妾有要事相告。哎呦，玉妃娘娘喊不得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这玉妃啊，越来越放肆了。朕怎么会让这种无知夫人入宫呢？皇上，臣妾真的有要事，事关皇后，请皇上见一面。罢了。李玉，皇上，让锦州发的进来。这，玉妃娘娘，皇上，请您进去。某亲，你先等一下。是。林夫人。您怎么来了？李公公，怎么不见林英彻啊？哦，林大人不当值，正在午房休息呢。臣妾叩见皇上。你刚解了禁足，就敢擅闯养心殿？皇上，臣妾擅闯养心殿，只为恭维名誉，不得不冒死一见。什么恭维名誉？这皇家的清誉，岂容你胡言乱语吗？皇上，若不是铁证如山，臣妾怎敢舍命前来？是皇后娘娘，她与林英彻有私情，臣妾不敢隐瞒，确实有人证物证啊。什么人证？人证便是林英彻的枕边人茂倩。为求万全，臣妾已将茂倩带入宫，在外候着了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不可听林夫人一面之词啊。灵车何在？皇上，今日是林侍卫当值，只是还未到时辰，尚在午房歇息呢。奴才方才见林夫人来了，便已派人去唤林侍卫了。你把茂倩带进来，再去传皇后，让她来听听。这。哎，如今在御前当差，别扭吧？林大人，林大人，怎么了？您家夫人跟着玉妃娘娘进宫了，也不知道闹什么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她到哪儿了？还能到哪儿？御前呗。坏了，要出事儿。走。妾身蒙皇上赐婚，近日未曾奉诏便擅自入宫，不论皇上等下如何责罚，请受了妾身这一片的孝心。下着雪真安静啊。您见着皇上也安静，两个人都没什么话说。彼此情浓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，如今开口
倒怕会伤着彼此，还是安静些的好。皇后娘娘，皇上请您前往养心殿一趟。为何？皇上正在为刘嫣之事问令妃的话，玉妃带了茂倩来面圣，一口咬定凌云彻与您有私情。哟，林大人，您怎么？微臣凌云彻求见。进来。微臣凌云彻叩见皇上、令妃娘娘、玉妃娘娘。来的倒是不慢呢。皇上，微臣听说茂倩求见皇上，惊扰圣驾，微臣特意前来向皇上请罪。茂倩，还不赶紧回去？我不回去，我还未将实情说出，凌云彻，你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是心虚了吧？我有什么可心虚的？皇上，是微臣不好，微臣不懂得如何管教妻室，让茂倩在御前无状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在皇上面前，你们夫妻二人争执个没完，可见平日不睦啊。令妃娘娘说的是，妾身的夫君不在意妾身。可心心念念的竟全是皇后娘娘一人，妾身怎能跟她和睦啊？抱歉，你别忘了，这是在御前，你绝不可以污蔑正宫，更不可以有辱皇上圣听。皇上，您万不可听冒欠胡言。哼，俗话说得好，酒后吐真言，梦里话心声。若不是同床共枕，怎知道你竟如此的心心念念，连梦里也不能忘，常常呼唤皇后娘娘的闺名啊。如意如意，倒真是个吉祥如意，一听让人难忘的好名字啊！放肆！皇后的闺名岂是你可说的？妾身有罪。皇上，抱歉，此言子虚乌有，胡言乱语。我胡言乱语？哼！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次，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一次。二十五年九月十三再一次，五年间梦已三次，这到底说明了什么？这些日子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来了，坐。皇后啊，这些人在朕的身边聒噪，朕本不想听的，但是这事涉皇后，所以就把你请来了。臣妾方才在暖阁门口听得一言半句，确实与臣妾有关。哦，那茂倩方才所言，凌云彻梦呓的日子有些特殊，你也都听见了？是。二十年四月二十是景思妖王之日，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是永景妖王的次日，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三是皇上知道荣嫔不能生育，深责臣妾的那一日。不知道凌云彻梦呓的这些日子是偏巧了，还是他与皇后真是悲喜与共啊？皇上，茂倩说林侍卫在梦中喊的是臣妾的闺名，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如今也未可知。嗯，凌云彻是皇上的御前侍卫，且忠心耿耿，那三日也是皇上的悲痛之日，就算凌云彻在梦中说出如意二字，臣妾想凌云彻也是想助导皇上遂心如意。倒是茂倩，你的心思不可揣测，你为何就认定凌云彻说的如意二字就是本宫的闺名？皇上，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，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，妾身也是心存疑虑，不敢确实，
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皇上，帽前还有物证。哦，呈上来。微臣请贝勒爷安。坤宁宫的赵九霄在这儿做什么？微臣想托贝勒爷给玉妃娘娘传个信儿。什么事？这先退下。贝勒爷，玉妃娘娘带着林夫人在御前闹起来了，说皇后娘娘跟凌云彻有私，快请玉妃娘娘到养心殿去劝一劝吧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我会请额娘做主的。啊，那微臣告退了。这口箱子这么多年来你都自己好好锁着不让我动，我就好奇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让你稀罕得跟眼珠子似的。直到我小心翼翼地撬开了这锁，看到了这稀罕物。皇上请看，这靴子虽是十几年的旧物，可是穿靴人爱惜，针脚还犹新。可这如意云纹却暗含了皇后娘娘闺名的谐音和妾身渔夫的名字，还绣在这般隐秘的地方。皇后娘娘，你可认得这靴子？本宫自然认得这双靴子。皇上，当年在冷宫的时候，臣妾与所幸身陷火海，幸得灵侍卫相救，这事儿皇上也是知道的。索性就亲自做了一双靴子替我二人向林大人略表谢意。是索性啊？皇上若不信可以换索性来问。谁不知道索性是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婢，这云纹即便不是她绣的，她也会替皇后娘娘认下来的。皇上衣衫上的如意纹大多出自本宫之手，而这靴子的如意云纹是索性绣的。皇上若不嫌费功夫的话，可以拿一件皇上的旧衫和这双靴子一对针脚。也好，针脚玉壶来办。玉壶，拿去比对。是。如何？皇上，奴婢比对过了，这靴子上的绣花的确不是出自皇后娘娘之手。怎么会这样？即便如此，索性也是听命于皇后娘娘。林玉彻也是把这靴子宝贝了那么多年，并不能说明林玉彻和皇后娘娘没有私情啊。鄂英珠，难道救命之情在你眼里就是阴私之情吗？皇上，来人，奴才在。把玉妃拉出去清静清静，将她关进慎刑司，由着她自生自灭。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臣妾对您一片赤诚，不忍您被蒙骗啊！皇上，皇上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不！凌云彻，抱歉，朕当日给你们俩赐婚本是好意，谁知你们夫妻俩却是这般难行，真是弄巧成拙了。罢了，朕这个赐婚人今日就做个恶人吧。凌云彻，你回去写封放弃书给抱歉，你们俩就此别过吧。微臣遵旨。我
抱歉，你我夫妻缘尽于此。你，皇上，臣妾无用，臣妾平白有协理六宫之责，不能为皇上皇后分忧。罢了，令妃，你先回去早些歇息吧。是。皇上，茂倩诬告皇后娘娘，只是和离，实在是太过轻纵了。茂倩和离之后，你着人将她关进庄子里，不许她再胡言乱语了。奴婢明白。下去吧。既然事情了了，臣妾也告退。皇后啊，你留下来，朕有话要与你说。皇上要说什么？坐吧。今日的事情是玉妃和茂倩胡闹了，可这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呢。皇上是疑心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唤臣妾过来平白听这场羞辱。如意啊，这些日子以来，凌云彻与你的流言在宫中传得纷纷扰扰，朕也想不听不扰，可这阴影在朕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且不说今日的事情了，那日朕在木兰围场看见凌云彻那般的救你，他看你的眼神分明不是一个奴才对主子的眼神。还有你说他在冷宫那般的舍身救你，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对你有了不轨之心呢？皇上，臣妾在冷宫凌云彻多次救护是受您之命，得了玉壶的吩咐。而木兰围场之事，凌云彻本就是御前侍卫，舍身护主是他的职责所在，理所应当。皇上难道就要因为这个怀疑臣妾，怀疑救了你妻子和嫡子的人？如意啊，到底是朕疑心了，还是他僭越犯上？你要这般的为他辩白说话？自从永璟夭折之后，荣嫔入宫，你就常日跟朕赌气，不加理会。朕在想，你到底是因为何事和朕离心离德？难道是因为这个凌云彻吗？皇上如今怎会这般说话？荣璟夭折之后，难道不是因为皇上听了钦天监的天象之说才不理会臣妾的吗？臣妾当日痛失荣璟，悲痛万分，皇上连面都不露，一直没有陪伴过臣妾，还跟臣妾说是臣妾克死了荣璟。皇上宁愿相信钦天监的昏话，也不相信臣妾，不相信臣妾和荣璟是为人所害，如今却说臣妾对皇上不加理会，还拿凌云彻来说话。荣璟伤势难道朕不心痛吗？朕是皇帝，朕是夫君，你有明白过朕、慰藉过朕吗？至于天象之说，言传千古，代代相继，朕纵是信了又如何？臣妾不能如何，您是皇上，说什么都对，如今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，臣妾也无话可说，臣妾告退。如意，如意。
说用了